珍藏版。为什么纳奇这么难打这关啊？下巴里面毁。终于有一个纳奇的不好打的关卡了。可能官方不想要让纳奇过太爽。对耶，好难得有那个纳奇没办法轻松过的。对啊，绝对是不想让纳奇过太爽。怎么办？怎么还在用？什么？怎么还在用大旗？谁？我一定拖出来打。谢谢。看不起我的纳旗队是不是？看不起我的纳旗。刚刚那个不好躲。说你不会生，千头领居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就是不会生，然后千头领居。每次砍头出兵，知道不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台语没有很好哎。哦，你不懂台语就对了。就是没有很好。不是吧？应该简单的还是可以讲。应该是超级烂吧。你又知道了。这个是蛮基本的台语谚语。谚语太难了啦。安安。哎，对了，你的这个麦克风收音好好哦。嗯，我知道。因为这么远可以收得到啊。哦。我的那耳机要这样哎。要在这里才收得到我声音。去买一个新的吧，这边一定拜托，求求你。又是这边。这边真的是很靠的，你知道吗？感觉人家一直在 repeat。随我木墙。哎，各位，准备好你们下班了吗？扶好，哎，就像这样子扶，扶好，扶好。你没有问我扶好了吗？啊，你扶好了吗？扶好了，你们扶好了吗？这已经扶第几次了？感觉要 repeat。叶静吗？还是小佑？扶好了吗？各位过了吗？哎，他忘记开龙科，干你老师！哎，忘记开龙科，哎，可以撑两下嘛，可以撑一下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先示范一下，就是六颗，来，大家算起来，算起来，数学系的出来，六颗。先看一下龙科。基本上就绿到整版按就对了。小优哎，大呢？好了。OK。来，这边就 CD 二可以打他。Come on。然后。熊猫有没有？快点称赞熊猫，可爱的熊猫，给天降，给天降，宝宝给我天降。反正等一下会被重置嘛，所以这边纳奇开开了，反正等一下会被重置。好 ，Very good。我们这边来到王冠哈，等一下神族都被重置，所以头尾纳奇基本上我们的队长根本就没开过。然后但是他不会锁哦，啊不会锁。哎、欸，有强化珠哦，这边有强化珠哦，很简单，各位。你们知道怎么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我想一下怎么样。
我知道怎么打，靠天降。王冠的话应该是要开两招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转就好了。直接转，我觉得以这一队来说，应该是可以干掉的，应该是可以干掉。我感觉上是可以的。你也觉得可以的？你看到一二三四组，四组攻击猪，可以吗？各位来，可以吗？还是我要开天鹅啊？我觉得还是开个天鹅好了，有点怕怕的啊。有 FB， 我为什么一直配合小雪？因为这是小雪台啊，我是来宾，来者是谁？哎、那只他叫什么？干！你撞到吗？刚刚那是错觉，不能消心。不能消心又怎样？吃石头就好了嘛。阿红出现了，更新。扶好，扶好。下巴差点掉下来。许爸，不要这样好吗？熊猫，你在那边干嘛？熊猫。哇，一颗，笑死！等一下，我私底下我一定要再挑战一个临时的，好不好？这边就先示范这样子啦，好不好？这边先用这队这样子过，先过再说啊，私底下再试啊，不然我整都一直用纳奇打，就不用试其他队伍了，对不对？笑死！关羽。